再去当个放心，没人带你下去，就完事。锅巴没吃，有点气。吃锅巴只为争口气。吃锅巴比打脸还难受。我们家今天好多人在锅巴吃，锅巴那个没有了，吃好多年了。嗯，胖你，你看你胖，你可能吃了。嗯，我胖怎么了，文少？我吃你家饭了？嗯，这话说的。锅巴吃的有点窝囊，绝对能吃。呆瓜呆瓜在旁边呢，可好吃好吃。开玩笑，文少，开玩笑的啊。真不习惯。哎，你说不吃干嘛？真是的。干活找不到呆瓜。烧了不吃，不吃就浪费，知道吧？吃饭肯定找不到呆瓜。还有锅巴这个名字吗？我看一共几个？一个。嗯。锅巴有点气，吃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暂时四个名字。锅巴好吃吗？好吃啊，觉得锅巴好吃，多吃点，好的。晚上给我讲的不好意思，点灯牌了。开玩笑啊，不吃没身体，能吃才有好身体，对。嗯。锅巴下架吧，锅巴桥。啊，锅巴桥都不知道搁哪去了，锅巴桥嘞。小哥都失踪了，昨晚没吃过，昨晚吃了呀。有几条蛇给你了，你了吗？嗯，有几条蛇给你了，你不知道什么品种？嗯，有几个没？肉皮都咯叽咯叽的哈。这刚买回来那个老母猪肉的品种，品牌，还是小心，今天吃饭大小心，但是有点柴。对，肉有点柴。我也感觉到了，吃了这个给你们看。主打一个责任，让昨晚要吃锅巴的男人面对我们。锅巴脆脆，你来吃啥了？不是你几吃？他顶不住了，热了。群里面都讲了，你早上吃，每人带一点回去，想吃就吃，走吧。嗯，嗯。锅巴吃完了再吃吧。锅巴吃不吃？你不会吃，你知道吧？嗯。九宝妈吃的比我家太太还过劲。可开心，嗯。可啥恨呢？可啥恨？我那可啥恨？嗯，长可开心，你心里可开心。只有今天不要烧饭给他们吃。我说那个，好，早都不想烧了。你这话正和我也是一。说那个不敢，说那个不敢吃锅巴，不敢吃锅巴，说那个不好意思吃，不吃心里难受，吃了胃难受，说几个放进吃。你已经变成六下巴了，不管叫什么，我有备注。锅巴吃多了上火，五块五。五块五，你们要吃不到葡萄还嫌葡萄酸？锅巴吃了牙齿要发福。发福什么意思？要懂啊！没事，懂了再去消肿。迟来的锅巴不好吃，哼，有一种叫迟来的爱也不算晚，关键有才行，关键可有，嗯，关键你有没有迟来的锅巴？
我今天没有开美颜、啊、我长得本来就好看，谁酸谁难受谁知道。我来吃给你听听，嗯，嘎嘣脆，吃了的终归是配角，告诉你，坚持到最后的那个才是胜利者，中间全是过客。我打鱼的是，哼，你家那个什么东西？你们在讲什么东西？你们这怎么搞来搞去？怎么搞在搞什么？你们讲来讲去都讲那个了，跑题了都。坚持到最后发现还是空气，有没有放猪油？放了，放咸肉了。嗯，一天两锅吧。对，超人是的。我来吃个大鸡膀子，嗯，吃个大鸡膀子啊。锅巴是故意烧藕料的吧？你不懂了吧，峰哥？藕料香着吧？香。锅巴我讲。锅巴是拉油的。麻菜火烧的。什么叫麻菜火烧的？芝麻姐烧的。哦，用柴火烧是吧？怪不得帅哥要吃锅巴呢，锅巴好吃呀。我飞机来了，飞机哥，留个榴莲锅巴给你吃。我来讲。我不吃，我这没有嘞，不吃就没有了。我跟你讲，嗯，你看飞哥才是有脾气的人，骚哥上午哭鼻子说不想干活了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没吃到锅巴吗？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八张小袋。婷婷这饭的想选真香，我跟你讲，其实这个菜瓜好吃，真好吃。嗯，主播那天带我吃，好天啊，赶紧来，你不来马上就没有了，数量有限啊。狗胆八加一，我不喝。菜瓜对，菜瓜可在你家吃饭，干活呢，不还能不给饭吃，真是。老哥，吃五零几了。非要叫我叫我的胃了。感谢岁月不回首。其实我跟你们讲，你们这样搞错了，就这个胡椒这个还香。嗯。其实你们不知道，我讲就这个胡椒还香，真的。越嚼越香，最后添把火添的，添胡椒。欢迎子欣。嗯，哎呀妈，这前面怎么这头像都是一个人？嗯。怎么都是小朋友呢？谁要会吃这样的少吃，难怪
很少吃，吃肥了容易，容易什么东西？我都没讲话，这个说我，他说你灯还没点。